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安妮讲故事。今天佩奇还有 ，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安妮讲故事。今天佩奇和苏西呢，他们两个玩跳泥坑的游戏，可是来了两位不速之客，接下来和安妮一起去看一看吧。苏姨今天约我一起去跳泥坑，最喜欢玩泥坑了，我现在都等不及了。我要赶快过去，说不定苏姨现在都已经在那里等我了。猪妈妈说，过马路之前一定要左右看好，没有车的时候才能过去。苏姨，我来喽。佩奇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等你老半天了。苏姨，苏姨，真不好意思，今天起来的有点晚了，快点吧，我们来玩最喜欢的跳泥坑。好呀好呀，佩奇佩奇，你快来试试。好好玩呀，苏姨你也快上来，我们两个一起跳。哇，这个泥坑好像有点小，嘿嘿。小家伙们，你们玩的倒挺开心的嘛。哎呀，你来做什么呀？我来当然是要抓你们的了。看你们玩得这么开心，你们在玩什么？僵尸先生，要不要你来试一试跳泥坑游戏，很好玩的。跳泥坑游戏我怎么没听说过，快躲开躲开，让我来试一试。不错不错，果然很好玩。二弟二弟，快过来。苏姨苏姨，就是这个时候，我们快跑呀。嗯，大哥大哥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我们明明就是来抓佩奇的，人呢？咦，怎么回事，刚刚还在这里。哎，都怪我贪玩，今天佩奇又抓不到了。好了，今天僵尸呢是不能抓到佩奇和苏姨了，因为他们两个正沉浸在跳泥坑的游戏中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看完节目记得点击订阅，下期再一起来玩吧，拜拜。